随着时代进步，越来 越多弱势避难的场所仿照欧美的消防功能验证制度，这个都需要安全 更确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来自于消防跟防灾产业的好朋友有这么多聚集在一起啊！那尤其是今天来给我加油打气，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很温暖。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哦，都是我们防灾产业的第一线的打拼的朋友哦。那不论是在引进这个国际的灾防技术，或者是在地的研发、在地的生产，都对我们的防灾产业是非常有贡献的。对任何的灾害啊，都要戒慎恐惧，那也不能够遗忘过去的留下来的这一些灾情跟我们的经验啊。那所有的防灾的工作也不能够停下来，请大家展开包容的心，能够把所有可以集结的力量都集结起来。